中央杰出，等等，找到几位格格人选决定了吗？请你们退后。走到明天不接受采访。那如果府方跟民主党合作呢？我在阿伟的店那边有早就嗅到这样的氛围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你吃什么的？嗯，脑袋变得比较清楚，继续吃下去。哎，你是跑哪一线的？我们以前没看过你。我叫江志伟，自由摄影。再大的风波，全部找你爸爸。连那阵风是我。楚大小姐，大驾光临。有失远迎啊！民众澄清，主任愿意受理啦。如果能做到像主任这样子的公务员，那也真是我的荣幸了。好笑吗？在笑什么？我已经忍了这么多年，我不会放下的。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要亲眼看见国